记得有一个地方。陆明变成我这样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非常满意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一觉醒来，屋子里多了一个人。他来自1999年，而我生活在2018年。多重时空，我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。你有没有过一夜情？我没有。谁有谁不要脸，咱俩都要脸啊。最担心的就是过去的你做了一些改变命运的大决定。改变了会怎么样？会被覆盖掉。你说的那个传说是真的吗？陀螺旋转的时候，一切的美好都会被流出。你到现在要做什么？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可能是老天要给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都挺好了，好好照顾你自己。你看那画图的时候，你把灯调亮一点。你后来都近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喜欢看你戴眼镜。什么呢？我不是，我戴眼镜，我是老花眼。